我刷到一个评论说，世界上男生受到坏的概率是0.01%。我想了一下，确实好像一直都是东哥在给我送花，他从来没有收到过。我给他订了一束，骗他说我跟妈出来买鸡蛋了。远远就看到画画了，送了一张小贺卡，我现在给他写个字。真好看呢、啊，咱们的颜色选的是浅蓝色的，嘎嘎响，关了睡裤就出门了。好期待看他的反应，给我让你躺下。老爸，爸呢？嗯。哈哈哈给你买束花。是不是咱俩过纪念日了？咱俩什么纪念日啊？我过生日啊。你是冬天过生日啊？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说男生这辈子很少有收到花的，我想送你一束。习惯了。习惯了。哎，没见过吧？哦，可以了，别留单了。原来男生抱着花也会这样闻的。怎么了？妈妈，你太棒了，收到花了，我真替你高兴了。